送万五蚊现金券，免费探九寸长大头虾。跟住我食，大把好嘢食。天气热热地，不如我同你食越南河啊？嗯，得好喎、啊，酸酸地几开胃。嗯，不过凉味咯。唔紧要啦，我请你食啊。真系。行啦。我有 coupon 嘛。现金券当钱使，今日苹果送你总值万五蚊现金券，俾你免费食尽粤式美食。嚟到呢度，梗系要试下呢度最出名嘅招牌沙律汤河啦。呢、这个汤底咧系由廿四种材料熬制而成噶。越南内货九寸长大头虾，先煎一煎，再放上牛油香草，拎去烤焗，咁就成为香喷喷嘅大头虾啦。咖啡卖相是不是很特别呢？看到咖啡滴滴下就知道是滴漏咖啡了。师傅指这种粤式咖啡味道更香浓，客人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炼奶就喝得的了。你是不是都想跟他们一样免费探餐越南菜呢？只要买份今天的苹果日报就有机会得到总值500蚊的现金券。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免费午餐的。